底下一个问题，请问在家中放三十七念，应该怎样做才如法？如法不如法，是在你有没有恭敬心，有没有真诚心。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。啊，将三十七念的仪规，好好的念一遍。那一面念，一面要随文入观，这个功德就无比的殊胜。啊，不能够随文入观，那是执照文字去念。与你自己的心行不相干，这个利益很微薄。那就是耳听心不行，啊，身心没有去做。啊，随文入观的时候，念到的时候，他心里的境界就转变。啊，那个功德大。真实利益。